Thank you.
是来你说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弟兄姐妹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的线上主日崇拜。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主也与你同在。我很喜欢人对我说，我们同往主的殿。来啊，我们一同歌颂主。我们要向全能的救主大声欢呼。上帝是灵，我们当以心灵和诚实拜他。荣耀归于上帝，圣父、圣子、圣灵。赞美归于主，从现在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来洁净我们。全能的上帝，凡人的心在主面前无不显明，心里所羡慕的主都知道，心里所隐藏的也瞒不过主。求主用圣灵的感发接近我们心里的意念，叫我们尽心爱主，并归荣耀于主的圣名。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阿们。我们将荣耀归给神。唯愿在上荣归于上帝，在地有平安，人都蒙恩。我们赞美主，称颂主，敬拜主，荣耀主，为主的大荣耀感谢主上帝。天上的王，全能的上帝，圣父，主独生圣子耶稣基督，主上帝的羔羊，除掉世上罪的主，怜悯我们。坐在上帝圣父右边的主，允准我们的祷告。因为基督为圣，基
基督对为主，基督对圣灵，在上帝圣父荣耀里为至上。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开声来赞美我们的神。好吧，弟兄姐妹，再热情一点，把最大的掌声跟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阿们。今天我们要用一首新歌来赞美我们的神。阿们。让我们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在风暴的当中的时候，越要唱那信心的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阿们。好不好，数到三，再一次给神一个最大的欢呼，一二三， Come on。 哈利路亚，一起来拍手。对，让我们用我们的全人全心来这个歌颂神的名。唱我全心，我全心传扬你的奇妙作为，我因你欢喜快乐歌颂你圣名，直到永远，你大能的膀臂从未曾缩减，向我们彰显每句应许的恩典。我全心传扬你的奇妙作为，我因你欢喜快乐歌颂你生命，直到永远，你大能的膀臂从未曾缩减，向我们彰显每句应许的恩典。跟我来宣告，从未停歇，你斥责风和浪，抽低头转身逃亡。当我开口大声歌唱，好不好？跟我一起大声来宣告，我永远，我永远不会停止赞美，越风暴越有信心赞美，看前方你恩典已经预备。信心来宣告，一起来唱，我全心，我全心传扬你的奇妙作为，我因你欢喜快乐歌颂你圣名，宣告直到永远，直到永远，你大能的膀臂从未曾缩减，向我们彰显每句高举双手来宣告，你斥责风和浪，手低头转身逃亡。当我开口大声歌唱，对了，扬起了声音起来，我永远，我永远不会停止赞美。好吗？这是我们的宣告。越风暴越有信心赞美，看前方，你恩典已经预备。对了，来宣告。抽屉都羞愧因我赞美，要出国地处我都赞美，主生命在我里面胜过千千，一起高举双手来，我永远不会停止赞美。Come on， 大声一点，越风暴越有信心赞美，看前方你恩典已经预备，相信神有平安跟喜乐在我们的心里面。 Amen。 而且这个平安跟喜乐是没有任何的事情，没有任何的困难可以夺去的。 Amen。 相信的人高举双手说 Amen。 Amen。 好不好，让我们带着喜乐的心
一起来宣告。我有平安的教科文下拍手，一起来。我有平安的教科在我心，对了，再大声一点 ，Come on。我有平安的教科，我有平安的教科，我有平安的教科在我心。我有平安，再来一起唱。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Come on， 再热情一点，我们一起来。我有平安。Come on， 一起来。心中的喜乐来赞美他。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大声来宣告，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Come on， 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最大的荣耀跟掌声归给那爱我们的天父。是
大家开声，借着今天的祝文来一起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全能的上帝，你粉碎罪恶的权势，并且差你的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使我们得以呼叫阿爸父。求主赐下恩典，将我们生命的自由献于主，并且众人都得同享神和你自由的荣耀。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让我们现在翻开圣经，也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今日经文取自《生命记》五章22-33节。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那时火焰烧山，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说，看哪，耶和华我们上帝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近日我们得见上帝与人说话，人还存活。
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声音，就必死亡。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上帝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你们对我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你去对他们说，你们回帐篷去吧，至于你可以站在我这里，我要将一切诫命、律例、典章传给你，你要教训他们，使他们在我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存。这是上帝的话，感谢上帝。上帝，主耶稣的圣福音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1-29节，荣耀归于主耶稣。马太福音第七章21-29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这是基督的福音，赞美归于主基督。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来领受神的话语。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将我们在这时刻，我们不但只要来敬拜你，我们也有谦卑的心要来聆听领受神你的话语。我们要把这时刻来献上交托，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指教我们，光照我们，好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得到造就。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我们现在是在这一个的生命记的系列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星期我们会讲一章，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五章。可是在第五章呢的最后的那一边呢，就是从五章22一直到33节，我们要来了解到底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神要借着摩西还有以色列人向我们说什么话。那么整个的第五章呢，我们如果你看前面的话，你会看到，诶，
神颁布了这一个的律法，其实是在重塑。所以摩西呢，他向这些新一代的以色列子民再次的重申神给他们的这一个的十诫，这一些的律例典章。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一个五章二十三到三十三节这一边呢，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对照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八到这一个的二十一节来看呢，这段的经文它是在描述在四十年前上帝怎样在西乃山来跟这一些的以色列子民立约，订立这个盟约，然后把诫命颁布给他们的时候呢，所发生的那时候的天地的景象。所以呢，你会看到在二十二节经文的二十二节呢，这里有描述到呢，神在烈火密云黑暗中向他们显现说话。那么从二十三到二十七节，这里很清楚的说明到呢，以色列这一些的子民，他们的长老们，这些以色列的长老们呢，他们聚集在一起，对摩西说，他们亲眼看见神他的神圣，还有他的伟大。所以他们同心诚意的愿意要来听从遵守上帝所颁布给他们的这一些的诫命和律法。那么从这一个的二十八一直到三十一节呢，这里摩西他就告诉以色列的人民，上帝确实的听见他们向神所表达的这种诚心愿意的旨意，那么并且他要将，并且神要将这其他的这一切的律法呢，也托付给摩西，要让摩西来去教导以色列人民。这也是出现了十诫，出现了十诫以外的所有的律法的典章。表示呢，十诫以外的这些所有律例典章并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神呢自己亲自的告诉摩西，要摩西来去教导这一些的以色列的子民的要他订立出来的。所以呢，摩西他在这第五章的这一个的整段话当中呢，他强调要遵守上帝的诫命，不是仅在上一代，要遵守上帝的诫命不仅止于这一代的人，而是要不断的延续，延续到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的身上。那么而且呢，遵守诫命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可以是选择性的，而是要必须全部都遵守的。而当以色列民如此行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再重复过去他们上一代他们的父母亲他们的祖先的这一些的失败的道路，他们就不会再重复那些失败的道路，他们才能够真正的走在上帝指引给他们一个蒙恩得胜的道路上。有一句话说到，态度决定高度，你的态度是怎么样决定你的高度。以色列民知道也明白，他们必须要遵守神的命令，神的话语。和我们一样，我们也是明白，我们也是晓得，我们必须要遵行在神的话语中，生命才会蒙恩，才会得胜，才会得福。可是到底以色列民有没有这样做到呢？到底你和我的生命有没有这样做到呢？我们有时候会问为什么我有读经？为什么我有灵修？为什么我有听牧师讲道啊？可是我的生命还是一样的，
我还是很难有经历到神。那问题也许就出在我们是带着什么态度来去读，来去听神的话语。我记得在我们前阵子这一个的行管理 MCO 一开始的时候啊，哇，大家都很难耐啊，就是很难耐要留在家里面。然后我就很常听人家说到，哎，你没事千万你没事千万别出门啊，没事千万别出门啊，没事千万别出门啊。他说没事千万别出门，原来是没事千万别出门。那么同样的，你知道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语哦，没两千万很难，我们很难遵行神的话语的。没两千万我们很难遵行到神的话语，走得胜的道路。这两千万到底是什么呢？第一，千万要敬畏神；第二，千万要顺服神。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一个的《生命记》第五章27-29节。27节这里讲到：“求你进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你们对我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这里是讲到呢，这一些上一代的这一些的他们的以色列的长老们，这些长老们呢聚集来到摩西的面前，来告诉摩西说，他们很愿意，很诚心的愿意要来听从聆听神的话语，神的命令。那么摩西呢就把这些的话，他们的表达，他们的诚心所愿，来去转告给神。那么神听了之后，神好像感到很安慰这样。神安慰，神在29节，你看29节神说什么？他说，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原来愿意听从神的声音，愿意听从神的话语，愿意听从神的命令，是一种敬畏神的生命态度。而这样的敬畏神的态度呢，同时也是神所喜悦的。敬畏神是整个生命记里面从头到尾一直在强调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也是摩西呢他从头到尾不断的苦口婆心的来去教导，来去提醒这些以色列民的，而且也是神自己本身一直表达的是他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他的子民对他有敬畏的生命，意思说呢，除非我们的生命有敬畏神的态度，不然我们会很难看重神的话语，我们会很难看重神的命令，神的教导，我们也会很难遵行神的话语。这就好比如一个不懂得尊敬他的父母亲的孩子，他是很难会去听从他父母的，他会很难来做一个听话的孩子的。而如果一个孝敬的孩子，尊敬他的父母的孩子，他会从听从他父母的话语里面得到一切的好处。律法诫命呢，并不是要让我们只看见规条，律法是要彰显那个赐下律法的神，
这话语有能力，不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的字，这话语有能力呢，是因为那一位说话的神，那一位有权柄的神，那一位圣洁威严的神，那一位施恩拯救的神，那一位掌权有能力的神。而如果我们遵行在神他的命令里面的话呢，神的话语也会同时呢造就建立我们这个生命，更加的敬畏他，更加拥有一颗敬畏神的生命。所以这是双向的，我们有敬畏的生命，敬畏的心的态度，我们会遵行神的话。当我们遵行神的话，神的话同时也造就我们的生命，建立我们的生命，提升我们这一个敬畏神的生命。所以这一个是一起前进的。那么在传道书12章13到14节，这里说到，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敬畏神的反面呢，就是对神轻看、轻慢、不尊敬，也不相信。好像好严重哦，但这一个是真实的。如果我们不敬畏神呢，这样就好像不信神呢、啊。难怪有一些人的生命呢，如果一个人他的生命不敬畏神的话呢，他是很难谦卑的，他很难要来听从神的话语，他也很难行走在神的话语、神的道路上，他也很难过一个经历神话语得胜的生命。诗篇15篇第12节这里讲到，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引他当选择的道路。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长存敬畏神的心，使我们能够谦卑看重神的话语，遵守在他话语他的命令中，神就必指引你生命当行的蒙恩的道路。第二，千万要顺服神。我们来看生命记5章32到33节，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这两节的经文里面呢，强调所有颁布给以色列人的这一些的命令、律法、典章呢，不可以减少，也不可以轻视，你不可以轻看某一条。意思说，每一条的诫命，你都要去遵行，你都要去行出来，这样呢，你才能够得到神的赐福。啊，你看第33节哦，所以凡是你这一切你去行的话，你就可以得福。其实呢，我们必须要了解一点，很重要的一点，意思就是说呢，这并不是说呢，你行了一条，你做了一条的诫命，你完成了，你做到一样的事情，一个的诫命了，上帝就会赐福给你。哎，你做到了这一个了，上帝就会赐福给你。你做不到的话，上帝就没有赐福给你。好像拍糖果这样子哦，你做到就给你糖果，没有做到就没有糖果。
不是这样子的，真正的意思不是这样。那重点的意思就是说，当你遵行在上帝的命令里面的时候，当你遵行在这个命令这个话语里面的时候，而这个命令就是你生命的福了，这个话语就是你生命的福了。你遵行在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呢，这神的话语就成为你生命的福气了。所以呢，你孝敬父母，孝敬父母这一个的命令呢，就成为你生命的福了，不是吗？你孝敬父母，而孝敬父母就是你生命的福了。不可偷盗，你没有偷盗，你不偷盗，这个不偷盗就是你生命的福了。你不奸淫，你没有奸淫，这个不奸淫就是你生命的福了。你遵守安息日，这个守安息日，安息日本身就是你生命的福了。所以跟我们过去的思想是很大的分别。我们要了解神话语里面神的用意，神的话语就是生命，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福。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这样来了解明白，遵行神的话语对我们的生命是有这样重要的意义的话，我们就不会觉得遵行神的话语是一件很难行的事情，我们就不会觉得遵行上帝的话语好像是遵行一个规条那样。以色列民就是这样，所以把神的话语律法化了。我们有时候也是一样，把神的话语律法化了，反而我们却会乐意的来去顺服，受教在遵行神的话语当中，因为神的道，神的话语就是生命。从刚才的经文也让我们看见，蒙恩的生命需要持守得胜的话呢，是要靠神他的话语。而怎样靠神的话语呢？怎样靠神的话语得胜呢？它的关键就是在于一个顺服的生命。我们是否有顺服的生命态度来遵行神的话语呢？对神的话语顺服是全然的，不是选择性的，不是选择性的顺服，就是顺服在上帝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命令，每一个教导，每一个道里面。律法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呢，是讲到指引，指引就是instruction， 指引呢，神指明怎样行走在神的命令当中，继续的保守在上帝给的恩惠里面。意思说呢，神已经为我们的生命预备了各样的恩典，各样的恩惠，他就给我们一个蒙恩的手册，他就给我们一个蒙恩的手册。你就是要顺服遵行这个蒙恩手册里面的所有的指引，那么你就可以享受神给你的这一个的丰盛恩典恩惠的生命。我记得呢，在十多年前当我在吉隆坡的时候念书神学的时候呢，有一次我刚去不久，大概两个月，我就在那边驾车哈。我记得有一次当晚上，我其实不熟路的，但是人家讲身家疏差，所以我驾车的时候，有一次呢晚上呢，我的神学，我住的地方，我神学是在巴生 Auckland， 所以有一次我是因为没有办法，我要送一个人回家，不懂得拒绝，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从 PJ 那一边呢要送他们回家，回补种，回补种呢，
我完全不懂路啊，所以那个人他就指我，哎，要去哪里，怎样去到他的家，然后就把他们送回去了。现在问题来了，我需要从不正回去把生，我应该怎么回？那时候我记得晚上10点多，那时候没有 GPS 啊，所以没有智能手机，没有导航器，那时候我用的是 Nokia 3310，所以 Nokia 3310呢没有导航器的，怎样你这样读都读不出一个Waze 啊 Google Maps 啊，你读不出来了。所以我就拼命的祷告，一直看路牌，一直要跟着往 Klang 的方向去。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你懂那一边的路的话，其实这个是很危险下的、哦、你一直跟路牌 Klang 了，你不一定是可以回到你自己的地方，你的住处，因为实在是太大，而且那些条条道路通罗很多路了，你跑错一个又分去哪里，所以我很记得我大概是半夜吧，半夜12点，差不多是这样的时间了，我就回到，终于我不是很顺利的回到，我是忽然间经过一个地方，我发现嘿，这个就是我的神学院的地方啊，这些很熟悉，这个就是我的神学院的地方。哇，我整个人从慌张里面才安定下来，终于感谢神回到家了。今天其实神已经把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 GPS 赐给我们了，神把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 GPS 已经赐给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可以不需要再有一个迷路的人生，使你可以不需要再有一个误打误撞的人生。神期待我们有蒙恩，有蒙福，有得胜的生命，好像他对这些以色列子民那样，神期待他们能够进入应许之地，能够过得胜的生活。神也一样期待我们的生命要赐给我们这样蒙恩的生活。不但如此，神也期待我们是世世代代都能够有这样的得福的生命，因此他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生命蒙恩蒙福的指引。而我们只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回应，这回应就是什么呢？2000万，千万要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千万要有一个顺服神的生命。当我们存着这两种态度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必定能够行走在神的话语中，遵行在他的道路里面，在他的应许中，得胜的生命就是属于你的，属于我的。最后我们来看这一个的箴言，箴言第4章20到27节。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何等的爱我们，你不单只拯救我们，你也将你最宝贵的话语赏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使到我们的生命有你的话语就有方向，有你的话语
就有亮光，有你的话语就有生命的粮，有你的话语就能够有丰盛，有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得饱足，有你的话语我们就能够走在你的心意里面。主啊，我们是这样何等感恩，但是神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长存敬畏你的心，我们能够存顺服的生命。主啊，以至于我们能够谦卑受教，遵行在你的话语中的时候，你的话语就使我们生命得福，教导你的话语给我们的后代，使到我们的后代也敬畏顺服在你的话语里面，世世代代蒙恩蒙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Amen。 我们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并造有形无形的万物的主。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之前为父所生的，从神出来的神，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受生的，不是被造的，与父一体的，万物都是借着主受造的。主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由圣灵感孕，童贞尼玛利亚取得肉身，并成为人，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为我们钉十字架，被害受死埋葬，照圣经第三日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有大荣耀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无穷无尽。我信圣灵为主，并是生命的根源，从父子出来的，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曾借着先知传言。我信唯一圣而公之教会，众使徒所传者。我承认赦罪失礼的独一洗礼，我指望死人复活，并来世的生命。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为仁爱堂，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是我们尊贵伟大的神，你满有怜悯，满有慈爱，凡爱你遵守你诫命的，你都守约施恩，这是你的应许。我们恳求神，你继续让仁爱堂的弟兄姐妹们更加渴慕你的话语，刚强我们，也让我们能够顺服遵守你的命令和教导，使我们灵命不断的增长，也能够在神你所赐下的道路上更加的蒙福。感谢主，我们要为着教区的宣教福利、圣召还有其他事工的委员会来祷告。在这个时刻当中，求神你也赐下更多的智慧、更多的能力，也按神你的心意，让他们仍然能够继续设行，也设限荣耀神的目标，还有荣耀神的计划。我们继续把我们的国家和州属带到你的面前，我们恳求神你施恩怜悯保守，也在这个复苏管制令期间，你使目前的政治能够稳定下来，经济也能够逐渐的恢复，人民能够安稳的生活。主啊，也求你让全国人民能够配合政府设行行管令的程序，也遵守所制定的各种准则，每个人都当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在生活中保持纪律和警觉性，也确保疫情不再传播下去，好让我们的国家使得完完全全地脱离这个疫情。神啊，求你保护，求你看顾，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天父，你曾应许，凡借着你的圣子的名而祈求者，必蒙垂听，接受并成全我们的祷告。我们罪人原不配求，但因在圣子耶稣基督里，你了解及爱我们，听我们祷告。阿们。请听我主耶稣基督的话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第一最大的诫命，其次爱人如己也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将这诫命刻在我们的心里。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世人，将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并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带领我们进入永生。因此我们要凭信心悔改认罪，以坚决的心志遵守上帝的诫命，以众人生活在亲爱和睦中。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认罪。慈悲的上帝，我们的天父，创造我们，审判我们的主，我们得罪了主，也得罪了人。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犯了疏忽、懦弱、明知故犯的罪，我们是在为我们的罪伤心，因着圣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我们要悔改，父啊，赦免我们，在我们新的生命中加强我们爱主和顺服主的心智，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求。阿们。愿全能的上帝怜悯你们，借着主耶稣基督饶恕你们，拯救你们脱离一切所犯的罪，借着圣灵的大能加强你们侍奉主的力量，保守你们进入永生。阿们。现在我们既然借着主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因此我们应该彼此和好。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与你同在。让我们互相行平安礼。所以弟兄姐妹们，将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心里仰望主，我们应当感谢我主上帝，感谢我主上帝是应当的。无论何时何地，感谢赞美主，全能的圣父，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就是合理的，也是我们的本分和喜乐。现在我们感谢主，因主荣耀的显现，正如圣子圣灵的荣耀，三位一体，同荣同等，并无分别，一主一上帝，永受敬拜和赞美。因为这样，我们与天使和天使长、天上的会众一同称赞颂扬主荣耀的圣名，常赞美主说：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王的主，主的荣光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让我们一起准备心来领受圣餐。我们的天父，一切荣耀都归于主，在主恩慈中将独生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救赎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他在那里一次奉献自己，为全世界的人做满足完全的赎罪祭。主义势力之圣礼，叫我们永远纪念主尊贵的死，并在圣父应书上吩咐我们常常遵行这道主在降临的日子。我们谦恭呼求慈悲的父垂听我们，借着圣灵的大能，使我们借遵着圣子我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命令，领受天父所造的这饼和酒，为纪念主受死遇难，就能同享主最贵的身体和宝血。救主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主谢了，掰开，并与门徒说：你们都拿这个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这样行以纪念我。晚饭以后又照样拿起杯来，主谢了，并与门徒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的血，
这是信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出来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这样行，以纪念我。阿们。那我们一起来宣告：基督已经受死，基督已经复活，基督又将要再来。我们擘开这饼，以便在基督里分享。我们是瓜，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享这一个饼。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主。上帝赐给他子民的圣物，当存着信心谦卑前来领受这饼和酒，纪念基督为你受死，当以信心和感谢领受他在你的心里。耶和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和宝血保全你直到永生。
让我们去遵着耶稣的教导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愿的饮食，求父今天赐给我们，又求主饶恕我们的罪，如同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拯救我们的一生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世世无尽。阿门。感谢文。我们的天父，永生的上帝，我们感谢主接纳我们作为圣子救主耶稣基督活活的肢体，并在他圣体宝血的圣事里用灵粮喂养了我们。现在主差遣我们平安奔走世尘，并赐给我们力量和勇气，专心乐意的敬畏主、服侍主。阿门。那么请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使你们认识敬爱上帝和圣子我主耶稣基督。有愿全能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所赐的福降在你们中间，常与你们同在。阿们。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回去侍奉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Jesus.